十多年前呢，俺家有好些姜娘，每年都来到搿搭山带。把我的怪兽变大，现在他们就没机会了。那个是谁？胖子是谁的？这个没路的，你晓不晓得路？那个是谁？如果胖子不会来这个班，胖子我觉得想我们。你们听听鸟。DBC 6-2，高程162.25。喂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30米的监测点找不到了。 觉得有片地下水线了，别神神叨叨的行吗？快30岁了，我们开车出去吧。去哪儿啊？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，到了树林那边。 在车上睡一夜，早上就可以看见很多鸟。